这都上山捡完了，捡完了，一路上跑来了，一路上跑来领肘子，喝狼才说了呢。八十，今晚上一个硬的把给打肘子，够呛，可不行，这个菜哪找下的？<笑>近班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贺，今天呢，咱们继续做老人们都爱吃的大肘子，准备了120多斤，今天咱们给这个村老人做上一大锅红烧肘子。废话不多说，开始干。天冷，那不用跟人等。你呀，你是不是冤赖哈？你哪怕就是给俺个冰棍儿。 俺也欢迎，冲锋衣还赖多钱，多不用意。我再说这个冻是多少？好的，谢谢你的诚意。哎，好，等一下，棒哥过来领哈。好好好。拿出我的神器，把烧好肘子上面油泥给刷洗干净。刷洗干净的肘子，下面的筋膜划断，划成这样就行了，更容易进味，更容易熟。肘子冷水下锅，加入葱姜、料酒、去腥三件套。盖上锅盖。 把肘子都抽一份水，不麻烦，出来爷。八哥，别走啊！我给您个卡，过来领肘子。大子这卡那也不花钱啊，一会儿我就开始蹬肘子，两个点我能蹬好的。不花钱，厨子那里给老弟免费多的，不花钱，放心来领就行了。起锅倒入花生油，先来上一小袋冰糖熬个层次。糖做熬好后，直接加入清水，加入蜂胶和所有干料，来上两罐排骨酱。 蚝油、一品鲜酱油、冰糖老抽，再来点料酒，倒入肘子，少来点食材香，盖上锅盖开始炖，小火慢炖2个小时。这一大锅肘子拍个照纪念一下。肘子炖了1个多小时了，加点盐，盖上锅盖继续炖，再炖上半个小时，多给老人吃地区炖辣乎，就怕我不给你那卡。哎呀，你不是懒，奶奶，一直都没有。奶奶都有。 肘子来神子是不是也是笨的吧？擦那会儿，跟咱这拦乎点，别咬不懂。肘子炖辣乎了，撒点鸡精，打入香葱，出锅。我这是第一次来，咱这是上宅配啊，来的老弟真不少，祝大家新的一年啊，身体健康，长命两百岁。那行，不用谢，肘子好了，开始炖肘子。 来，咱爷慢慢得的，大爷。好，打肘子放快点几分钟。好了，咱慢慢得的哈。肚子细软的呀，慢点大了，大爷，慢慢的得的哈，没拿出几的份儿，用我这个就行。不用，我这是一份小人的。好，慢慢得的，爷，不用急，搁这家坐着吃。好了，慢慢得的哈。好，我等明天我再来啊。好嘞。 拿肘子怎么赔？好嘞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下车等我，咱这肘子怎么样？可以买一份。好嘞，慢慢得了啊，那两个印儿的，我给他打两个肘子，我打一点钱。够吃了吧？够吃，慢慢得了啊。来点香，来点冰激凌。来点香，慢慢得了，喷劲儿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好，两个肘子。 慢慢的啊，慢慢的啊，别说啊，都别着急，慢慢的，待会儿说都有。慢慢得了啊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哎呀，满了，慢慢得了，这样的啊，慢慢的啊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都能领着啊，大家都别着急啊。我等着西来的，这么着。来，大爷，来那份馒头。馒头不拿，好好好好好，你怎么刚来就往上撒了一个人？ 来，慢慢得了哈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哦，大爷得了，慢慢的啊，都来会儿啊。好了，大爷，慢慢得了哈。两个肘子，好了，大爷，慢慢得了哈。啊，慢慢的，这不开心呢呢，开心，谢谢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太好了。那你走哈，大爷。够稀烂的，来，大爷，慢慢得了哈。好嘞，来，慢慢得了哈。 哎呀，来，豆子刚赖的，那都没有卡啊。好嘞，还有俩印儿，我吃。哦，好嘞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正好再有一个。来，两个肘子，慢慢得了啊。49个大肘子，一个都没剩，都给老人们分完了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